据中国乒协的最新消息，乒乓球国青队、国少队第二阶段选拔赛即将开拍。第一阶段共29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选拔已全部完成，最终4个年龄段、8个组别，共900多名小选手脱颖而出。第二阶段选拔赛的报名从今天开始，比赛报名时间从今天一直到11月6号。在此次比赛结束后，获得各组别男女单打前16名的选手将获得入选第一期国青队和国少队的资格。